下一秒，哇，明天是不接不接，我以为大家都会出来，哇，结果进中国国中，那他妈的人生领队啊，啊，这么多人，上个过百人，表示啊，甘肃人一定在大家的支持下会被国民党提名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朋友。刚刚主持人说啊，这个他是妈妈陈金玲，是我太太的小学同学，从小就很打到底嘛，在那被同学欺负，被骂，出来身家更名，美国的会计师，台湾中华民国的会计师，就刚刚哦，我的印象啊，印象立马跟现在没有一个会计师一样。律师一大堆，会计师没有，这样嗓子没有，立法院的会计师需要的无法无天，钱江预算8000万，法币特别预算8400万，以后特别预算3800万。